有请主持人赵串。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要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肌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胡磊老师，欢迎。来吧，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几位老师的人生智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两个人是同一所大学的同学，在一起交往不到一年。当初我们俩选择在一起，可是周围的朋友和同学都不看好我们，大家都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马上就要分别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考验，不知道我们能否经受得住。我们都曾有过前任，都有一些恋爱经验，我总觉得谈恋爱会一次比一次更好，但是现在看来，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段，20岁，来自湖北，学生。有请小段，有请。小周，20岁，来自内蒙，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啊，大学同学是吧？对。你有句话印象特深，恋爱是越谈越好，是吧？是。啊，就永远期待下一场恋爱。还有，就我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和现在这一个往未来看越来越好。哦，今天来是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认识快一年了，然后在交往快一年了嘛，然后就发生了许多的矛盾，然后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行吧，那你们说说吧，我听听。就是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对彼此都有好感，就当我们快要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前女友突然去郑州了，然后复读在郑州上大学，就为了和他复合。然后这时候他就在两个女生之间盘桓不定，一直在犹豫。我觉得他这种行为，这种表现就是不够爱我。他如果足够爱我的话，他就不会一直很犹豫了，他就会毫不犹豫选择我这边。在哪两个女生之间啊？说清楚。就是我和他前女友之间，他有跟我提到说他前女友考上郑州的大学了，然后也在就是追求他。哦。就是他主动说出来了，是吧？对。啊，后来选择的是你。嗯，对。你这不纠结呀？人家选择的是你，有啥好纠结的？但是他很犹豫，就是一直特别犹豫。但你当时就不该答应啊！那不是前女友吗？啊，人一般都对前女友还有一些情感在这里。哦。你都分手了，分手那么久了，你都快有下一段感情了，你还有什么情感呢？那当时确实犹豫不决，那犹豫不决也是想让自己冷静一下吧，平静一下心情。还有当时。啊，那个前女友考上郑州的大学，那是她自己能上的最好的学校，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总把这件事扯到我身上，总这样疑神疑鬼的。可是她跟你分手，不就是因为她对你太冷漠了吗？你们之间分手，但是她现在又来追求你，又变得很热情，那我能不担心吗？是我当时和你说了，她确实是因为冷漠，所以我们才分开的。那后来我们也没联系过了，后来我也确定跟你在一起了，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吗？那个女网友呢？我们在一起之前，她有一个女性朋友，她们也没见过面，就在网上认识的。然后我们在一起之后，那个女生经常在她朋友圈底下发什么，谈恋爱是让两个人越来越好的，可是你不是。还有什么，这就是你女朋友啊，真俗，就这种话。那她什么意思啊？那我发朋友圈，她评论我能怎么办？可是你也没有站出来维护我呀。我不回复她就是最好的维护啊。他说凭他说呗。你看别人男朋友，女生受到伤害，男朋友都站出来维护她，你呢？你就任由一个女网友来诋毁你的女朋友是吧？正确做法，把他拉黑不就得了吗？不仅这样，后来他把他也给删掉了，我也没说任何意见。应该你删的。
对，但他特别过分的是，他那个微信的收藏里面还有那个女生的地址，你是想去找他去奔现呀？地址我当时也和你说过了，是因为我有个现实朋友，跟他也是网友，也认识，然后当时他就去找他了，然后就聊到这个地址这个事，我也顺便把他给收藏了。聊天记录呢？证据呢？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所以就删掉了。你知道我不喜欢他，你也知道他是那样的人，就诋毁我们的感情的人，你还要去和他交往，还要去和他聊天，他还找你打游戏，你不陪他打，他还说就那种特别娇滴滴、特别撒娇的语气跟他讲，就是我不管嘛，就这样子。不是，这是文字还是语音呢？就是文字嘛。就是怎么想象就变成娇滴滴了呢？怎么翻译过来的？我也不明白。就我不管嘛，就是我不管嘛。他怎么会联想到娇滴滴的？是不娇滴滴？你要说我不管。啊，如果娇滴滴要说我不管嘛，喵喵喵，就是他上哦，就在那个妈字上，对对对，语气助词，对对对，到底是教语言艺术的老师啊，不一样不一样，明白了明白了。那后来把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我也没有任何意见，那都是你，那你那个谈了4年的前男友呢？那个都分手了，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还一直给你拉着你不放，还给你微博点赞评论，还有微信，还有聊天记录呢。他也没给我评论什么特别过分的话，他也没像那个女网友一样诋毁你，诋毁我们的感情吧，他就说这些很正常的话。哦，那你也可以给他回复对吗？我们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呀，也没有，他也没有插足我们的感情呀，也没有对我们的感情造成破坏呀。那是我还有时候给他回话了呢，他有时候才停止了他的行为。那他要微博给我回信息，那我也抵挡不住呀，我也不能拉着人家说你别给我点赞，你也别给我评论了，那多不好。是你都能说，那还有呢？那你生气的时候，你就跑去跟别的异性朋友去喝酒，那大半夜的快11点还不回宿舍，都快门禁了，还给你打了很多电话才接。那不就一次吗？就那一次好不好？那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吵架，然后我一时冲动就去找了我的朋友去了。当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已经准备回去了，我又不是说一晚上都不回去。你的话就是一次，那我就是不能原谅，对吗？那我后来也没再那么做过呀。你和那个女网友又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她老那么弄。那最后都断绝关系了。那你也有抱怨呀，你后来不是还跟我抱怨过，说我删他好友什么的，你那我抱怨是因为你前男友才发消息我才抱怨的，我说你可以删我的，那我不能劝你删吗？就是不一样，我前男友他还没来插足我们的感情，还有就是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没意思。没意思？他都不懂，一点浪漫都不懂。哦，怎么不懂了？就是我说女生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肯定都是希望别人夸我呀，那别人评论都是什么啊，小姐你真好看，什么仙女姐姐这种的，她上来就给我来一句你修得真狠，这都不是你了。那我说错了吗？我说的实话，你本来 P 图就 P 了大半个脸了，那我还不让我说了？那你知道就行了，你干嘛要说出来呀？那你也知道爱美，那你每次怎么对我的？你想染头发，陪你一起去染头发，我也染了，后来你要求我剪寸头，我也剪了，然后剪完之后在我朋友面前不停地诋毁我，那我也要面子，我也想好看一点的。诋毁你什么呀？说丑啊。我就是开个玩笑，而且我剪完寸头不是还给你拍照片来着吗？我还给你拍好看的照片，给你发朋友圈，都好多人夸你，那能一样吗？那不是说了好久，你骂了我好久才说的吗？才好好说话的。我哪有骂你，我说话都不骂人的好吗？那上次我从内蒙回来，然后到机场，这么大晚上你都不去接我，我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呀，你都没有考虑过我。哦，你要说到这事，我当时我知道啊，那时候我问过你需不需要我接，你说不用，因为当时我手上也有点事，我还跟我室友说我女朋友挺乖的，知道我这时候有点事她自己回来，在这夸你来着，你这时候拿到这说。那我说不用就不用啊，那女孩都是口是心非，你不知道猜一猜我吗？那总让我来猜，我哪是猜得到？那我生日呢？我们在一起之后，我第一次生日你都不记得，不说不给我送礼物就算了吧，你连句生日快乐都没有，都给忘了。什么叫没送礼物？那个你农历跟阳历生日，两个生日总不过两个吧？我当时记混了，我送了，
那我哪知道你要过那一个？你都会说，就你会说，那礼物不在生日时候送，有叫生日礼物有什么意义啊？你事后诸葛亮啊你！哎，送礼物没有？送了，但是他是没在生日送。是那可我跟他生气之后他才送的。你送的是农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我送的阳历，那不就是生日吗？只是你没过是吧？你过农历的是吗？我过的农历的，然后我过生日好久之后他才给我补的礼物，还是我跟他生气他才给我补的。行，我们听明，你们俩接着说啊。还有就是我平时不高兴了什么的啊，他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就自己在那玩自己的，跟他朋友玩特别嗨，他也不理我，也不搭理我。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真的每次都让我去猜，就可烦了，也不知道他生气的原因，然后就生气了。肯定是有原因的呀，你自己感受不到吗？你爱我，你就不应该去多观察观察我吗？我们去电影院，然后路过一花店，我看那花挺好看的，我说我就想要，对，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出来买吧。我当时我还可高兴，结果看完电影，他一言不发就打车就回家了，啥也没有。我知道，后来我也给他补了，因为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经济实惠，对吧？给他叠了很多，你是说他觉得挺好的，后来也没说什么。哦，所以你也是知道怎么回事的嘛，并不是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生气嘛。确实，他是一个比较经济和思想都比较独立的人，就是虽然我们是学生，但是也在创业，他也能够经济独立。我也有时候也赚一些钱，但是可能比较身份，就是说，可能这一次我请他吃饭，然后下次肯定得还给我，然后这次送给他一些礼物，他肯定。下次肯定得还给我，就 AA 制那种，就特别特别清楚的那种感觉。啊，那你希望怎样呢？就是有时候送礼物就是表示就我的心思，就感觉再回过来就是感觉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不是怕他辛苦吗？你说我自己能赚钱，我也经济独立了，他还是花着家里的钱，我就想我多付出一点，他少出点钱，他不就压力也小一点吗？怎么这都成错误了？行，你们行，那我自己也有一些创业的想法，比如说。我之前也是一个校园团队的，对吧？啊，然后也有外面人来找我，就说一起合作，然后我就同意了。但是他特别反感那个人，就一直不支持，就所以现在弄的就是，我一谈到那个事儿，他就生气。你换个人，我不就支持你创业了吗？他这个人怎么了？他自己也有一些经验基础的。是你说他一开始找你，不都是因为那卖酒那事儿吗？新时代大学生，你去卖什么酒呀？他一直坚持找你，不就是因为卖酒吗？后来又搞到自媒体那里去了。你说他这人变来变去的，我能觉得他靠谱吗？我不是不想你浪费时间，不想被他利用吗？女生自己在做什么呀？我现在自己也在做民宿，然后在郑州那边，打算以后长期发展这个。你呢？毕业以后你在哪儿发展呀？这个不清楚啊。对，你看他就这样，我就老没安全感，可没有安全感。你说以后也没办法保证，现在嘴上说着喜欢呀、爱呀什么的，你说你给我以后呀，你给我以后一个，就是好一点的回答，踏踏实实让我踏踏实实让我放心，不好吗？所以我现在一直也在努力啊，但是你这样打击，我觉得你特别自信，让我感觉有点窒息的感觉。女生是希望有个未来。但是你看不到男生想给你未来，是那意思吗？行了，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男女女那些事情呢，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了，跟现在的情感危机没有太多的关系。亲爱的问题，首先是你女朋友是那样一类女生，就是她不是所有女生的全部，但是她是属于那一类的，这样的女生她说不要是要的意思，他说真不要是不要的意思，我说对吧女生？对啊，说不要是要的意思，说真不要才是不要的意思啊。然后也有这样一类男生，就像你男朋友这种，他们当中80%的人是不知道女朋友为什么生气的，另外20%连生气没生气都看不出来。这样的男生他是直线性思维的生物，他只能理解字面意思，不要跟他讲潜台词，他听不懂也猜不到，明白了吗？所以跟你男朋友这样的男生交往，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话按照每一个字讲清楚，他理解不了那个事儿。那
如果你们这样的两类人相遇，男生就会觉得女生很作，对不对？女生就会觉得男生情商很低。所以怎么办？彼此调节，不要太作了，还谁听得懂除了我以外？说明你是作的鼻祖啊！啊，典型代表，典型代表。所以要适应，如果你真的喜欢他，要适应他的节奏，这是第一，解决你们两个的沟通问题。猜不到也努力去猜，有个态度也是好的。第二，你男朋友现在压力非常大，虽然你们都在读书，但事实上他会觉得你已经进入社会并且小有所成，可是他也想这样，但是他选择的所谓的项目不光被你否定，他自己其实也是否定的态度，所以他才会不敢坚持地走下去，然后把这个责任怪到你身上。他希望跟你是平等的。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他可能会选择逃跑，才不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所以你们要解决的，如果想好好的，就解决第一个沟通的问题。如果觉得压力实在太大，并不适合彼此，那么就彼此祝福，好聚好散，祝福你们。好，谢谢左岩老师。徐总，呀，我觉得你们俩悬。这个悬啊，其实就从你们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了。我很少听说，当一个男生爱上一个或者喜欢上一个女孩的时候，他能有犹豫不决的状态。这就是女孩为什么一直介意到如今，以至于现在其实也没有想清楚。过程当中呢，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那个女网友，是吧？评论的，哎，你的女朋友太俗了，哎呀，我不管吗？所以这些话串联起来，我就不明白了，她怎么知道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情感状态呢？他为凭什么说他俗啊？为什么你还不回复？不敢维护自己深爱的女人，所以你是默认嘛，对不对？而且你跟他应该没少了沟通，甚至于沟通发现了自己现在的不开心，对，所以对方才觉得可能有机可乘，所以人家我不管，不管嘛，对吧？我记得小片里是我听错了，还是男生分明说你是不是选错了，是吗？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虽然这段感情你们双方都有看不懂的地儿，那好，各自把重心放在哪儿啊？毕业找工作，人家想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你还是懵的呢。你在事业方面的懵，如同你在情感当中的不清不楚，对不对？如果现在你们岁数没有能力处理好你们感情的话，放一放，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事业上，毕业季就先关心怎么毕业嘛。就这样，哎，好，小邓小哥，你俩好啊！你俩的感情呀，就一句话，来啊，互相伤害啊！反正之前呢，就比着来嘛，对吧？他前女友，我前男友的，他女网友，你是什么来着？对吧？对，异性喝酒的问题是吧？哎，对，异性喝酒。所以呢，你俩之前的这个感情状态，整个就是在互相较着劲儿。其实男生一看就是一个特别稀里糊涂的人，但女生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女孩。所以你不明白他要什么吗？很简单，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面临毕业，面临这样的找工作的一个时机，你连自己的未来在哪儿都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仅是你要有对未来的规划，而这未来的规划里还得有我的位置。这么高的要求能做得到吗？做不到，你跟不上他的脚步，他已经飞快地超越了你好远好远，你就拼命跑拼命追，持平都困难，所以现在就会出现一个悬殊，他永远考虑在前，你考虑在后。那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两个人真的非常相爱，跑在前面的那个人会回头看一看在后面的那个人，会停下脚步等一等他，那在后面的那个人一定会拼尽全力去追他。而你俩现在呢，一个不追，一个不等，距离越拉越大。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就看以下几点嘛：有没有默契，有没有共同的话题，三观一不一致。你们两个人的现在问题呢，感情的问题已经有了，你们俩可以检测一下，看看是否还要继续在一起，愿不愿意等对方，愿不愿意努力追赶对方的脚步。
好不好？祝你们幸福吧，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涂老师，你看你们俩的语言、神态，包括你们的穿着，都显示出你们之间的差异。男生还纯粹是个男孩，懵懂无知，甚至连男女之间的界限都分得不太清楚。女生已经逐渐地从女孩向女人开始了第一步的演变，虽然已经有了一点自己的小打算，但其实还是有女孩的那种任性和娇气。当你面对于一个完全懵懂无知的男孩的时候，你是不要谈将来的，谈将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未知之数。对于女生来说，你就开始有了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毕业之后就分手，我找一个成熟一点的男人来谋划自己的未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改造的，那很多女生采用这样的方式。但是男人的成熟与否哪里是一个女人能够改造出来的？当你完完全全把他改造出来之后，也许他喜欢的就不是你了，等于最后你是在帮别人培养老公。所以其实还有第三种方式，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生活，因为挫折而有了责任感。而怎么让一个男人有责任感，就是不要拦住他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即便是错误，人哪有不犯错的？你只有让他去干他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他只有不断地投入了感情在这段事情当中，投入的越多就越喜欢，越喜欢就越有责任感。人就是这样，当他有了责任感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一直支持自己去干自己喜欢事的女人，他对他也会有责任感。所以你改造是没有用的，你拦着他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尊重他自己的想法，让他去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他不断地去投入，你去支持他，他才会逐渐地变成一个男人，逐渐地会有责任感，逐渐地理解出你对他的期望。而当下你需要做的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的事儿干好，也许即便他有了责任感，成熟为男人之后，他喜欢的依然不是你，但至少在那段美好的时光当中，你们一路陪伴了，你也没有必要有的时候让自己的人生走得太快，也应该停下来享受一下现在的青春美好。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轻松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男生站在这儿，同年龄感觉比女生差好多段位，从懂事儿，从谈恋爱，从情商到智商，从为人处事开始，觉得男生都没长大。别着急，什么事儿都别急，你们俩就开开心谈恋爱啊，你做你的事儿，他做他的事儿，不就完了吗？哪儿那么多事儿啊，累不累？放松啊，姑娘，放松。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们在一起也快一年了，然后我也挺喜欢你的，也挺珍惜这段感情的，但是你在有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上确实挺让我伤心的。你和异性的关系处理，然后你对生活也确实是和我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感情不单单是简简单单的爱来维持的，还需要浪漫和感动，但是你在这方面确实挺木讷的，所以我也挺为难的。我知道你是一个思想和等方面都是特别独立的一个女生，老师们也说了，就是可能我还是一个没长大的男孩，还在跟进你的脚步。我就是希望有时候在一些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支持，有时候和你在一起可能会感到特别窒息，所以你需要考虑。谢谢两位，走吧，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京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云 APP、天津 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这个舞台。我知道有的情侣来这个舞台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无法在生活当中面对一个现实或一个结果，他们希望别人推他们一把。四位今天推得特别好啊，然后这姑娘想就这样吧。我觉得小伙子也缺点勇气。不管怎么样，如果过去一年多的交往会成为他们一生当中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段爱情对他们来说就是好的。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是通过微信认识的，到现在已经交往两年了。两年里我们经常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吵架，无论我做什么他都对我不满意，动不动就跟我提分手。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很伤感情吗？他做的真的很过分，爱之深恨之切，为了他我不惜伤害我自己，他到底懂不懂爱情？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李先生，24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有请小李，有请。安女士，22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有请小安，有请。欢迎两位啊。你好，老师。好，好，好。今天是你要来还是你要来？我要来。在一起两年多了嘛，发现他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了。他都有些什么毛病？说吧。就比如说上一次吧，玩游戏的事儿。玩游戏。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毕业啊，在宿舍里边住，然后他呢是在外边租的房子，我俩基本上就是说天天晚上打个电话聊天，然后他突然间跟我说那个他困了，想睡觉，然后我就寻思他第二天还要上班，那就挂了呗。然后我就翻了一下手机，看了一下朋友圈，发现他就是发了一条动态，一张截图，那个图片上写着什么5连决胜，我不喜欢他玩游戏，你还跟我说你要睡觉了，然后之后你在那块偷摸玩游戏，你休息一会儿玩会儿游戏，我觉得很正常嘛。那你不应该骗我。我也没有骗你啊，我那天只不过就是想要玩一会儿，玩一会儿就想睡觉了。我先跟你说了之后，你肯定是说你别玩，或者是惹你生气，大半夜的。那你不知道你骗我了之后，我会更生气吗？我也没有故意去说要骗你什么的呀，我感觉就没有必要的事儿，至于你生气吗？玩游戏能当着饭吃吗？那就比如说还有一次，那个咱俩明明说好了要去。我先插一句啊，其实即使是恋爱了，双方各自都应该自己独立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男人为什么会撒谎？确实需要一点独立空间。就那可是咱们说句实话，哎，你一天24小时看他，你烦吗？48小时看，72小时看，一个月天天看。烦吗？反正我是不烦。就这么一直看不烦是吧？真的。行了，你也别打游戏了，当我没说啊。你往下说吧啊，我不再插嘴了啊。说说说说说说说。然后还有一次，那个我俩明明说好了是去游玩什么的，他呢在那块旁边玩游戏，让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块就是做攻略，然后订酒店。我跟他说话，让他收拾一下东西，帮忙收拾一下东西。哎，他没跟我，没勒我。我不是没勒你，我只是没有听见你说话而已。再说了，我觉得那东西就那么点儿，出去玩儿，你收拾收拾就可以了。你收拾完你的东西，我收拾我的东西，咱们就可以出去玩了吗？那你也应该帮帮我呀，咱俩说好了出去玩，那一你陪我玩，二我也是想让你散散心呢。你可拉倒吧，让我散心，我本来工作就挺累的，出去玩就是为了开心的事儿。结果呢，你别人的男朋友什么的和女朋友出去玩什么的，就总是别人男朋友怎么怎么样的。我一天上班已经够累的了，就一会儿玩一会儿游戏不行了，要不就没给你做攻略。我感觉你现在就是，哎呀，就是没事跟我找事。那你就总找理由。
根本就不是我找理由的事儿。不是，那你不说游戏的事儿，那你和你朋友出去吃饭什么的，就比如说那天吧，他和他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之后结果一吃到十一二点，吃什么饭呢？能吃到五六个小时。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打了第一个电话，你说那个你吃饭呢？然后之后打了四五个电话了，不接了。很久不见的朋友了嘛，吃个饭我觉得也很正常。你说你打电话我接了，之后你还给我发视频我也接了，让你看见了。那我不知道你朋友是什么人呢？哎呀，你还说我不知道我朋友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怀疑我的人品还是怀疑他们的人品。我朋友去吃个饭你不放心，而且还有一次呢，我朋友跟我聊天，你说你跟我说分手怎么样的，我心情不好发了个动态，我朋友就说，哎呀哥们儿，要不再给你介绍一个吧，我觉得就是为了让我开心一点嘛。结果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就上了我 QQ， 把人给删了。是我删的吗？明明是他删的好吗？我就说那个你明知道他有女朋友，然后你还给他介绍对象啊，他朋友直接就回了一个呵呵，然后我再说话我问他什么意思，一个红叹号出来了。啊，那你们肯定是说话语气不好，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说的。那我就刚才说的那句话有什么不好啊？是，我觉得很正常。这种事儿的话，以后就见面什么的，吃个饭或者怎么样的，一唠嗑，就说解开就完事儿了，根本就没有必要你说这个删除又怎么样。而且你过分的是什么？让我去骂他，我就认识那么久的朋友了，我就因为你俩这个事儿，我再去跟他打个电话骂他。那现在不都说吗？呵呵是骂人的话吗？啊？我们真不知道啊。那你就不说你跟我朋友怎么样，那你说上次你朋友结婚你让我跟你去觉得很开心点事儿吗？结果呢去了还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跟我生气了，然后之后你就说走就跑了。那你那天你自己想想，你我朋友结婚提前一天我让你那个收拾一下自己，然后结果第二天了去我朋友那了，你头发没洗，然后之后衣服皱皱巴巴的，我本来我寻思让你介绍我朋友。哎呦，我天天听你说我感觉你根本就是，你说你朋友结婚，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穿的干净一点去了就完事儿了。我当天晚上已经把头发洗了，第二天早上就没有再洗，就稍微乱了一点，然后就导致你就在婚礼上你就生气就走了。衣服呢？衣服家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熨，它有点褶很正常的。你就是你说我，哎呀，你那是有点褶吗？当时我看到我都想给你撕了。哎呀妈呀！姑娘，你管得这么细，你累不累啊？我寻思把他介绍给我朋友啊，不重要啊，你朋友可以都不喜欢他，只要你爱他就行啊，他又不是跟你朋友结婚，也不是跟你朋友谈恋爱。当时我就是觉得有点，行行，我问问啊，哎，你们俩相处了这么久，其实时间不久两年，但是从上来这个整个的语言状态语态来说，好像彼此都挺烦对方的，烦吗？烦他吗？有的时候烦，有的时候不烦。你烦他吗？其实我不烦的，我挺喜欢的。关键他这些小事整的我心情特别不好啊，也不知道人家一天想的是什么，要不要动不动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人家说生气了直接转身就走，说我撵不上，那走的腿又长，走的比跑的都快。为什么事儿生气啊？你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人家就假如说你吃个饭啊，你就往那边瞅了一眼，那边有人，人家就说你瞅见别的女的了，心情不好了，生气了，饭都可以不吃，转身就走。你说这种情况，我要撵他的话，那我说不过你，那我不走，我不出去散心吗？那倒是可以，主要是你要是白天走吧，也倒行了。你半夜什么的，你说生气你就走了，多担心呢。你们俩现在吵架，吵完之后男生还会哄女生吗？现在不哄了。怎么可能不哄？现在我就也哄，只不过是没有之前那多了。我就觉得他一直在无理取闹那种，就生气了，两秒就跑了。你一整就说我无理取闹什么的，那就像上次那吃饭，做好饭等他嘛。他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嘛，然后我就说那个吃饭你就别玩手机了，你吃完饭再玩呗。然后他没勒我，然后我又说了第二遍了，他还没勒我，我就把那个碗筷子我就放那儿放桌子上了嘛，可能是我放的声音比较大呗，然后那个哎他就说那个我跟他摔的了，然后说我无理取闹了。我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做什么无论是他对还是我对，都是我感觉他在他那里边都是我的错。吃个饭我拿手机看会儿电影，跟我说两遍话没有听见，然后问第三遍人说啥不说什么都不说了，就说自己忘了。那我不是忘了吗？行，我问问啊，双方有没有见过对方的父母，还是说你们就自己在那儿谈着玩呢？见过。家长对你们俩交往什么意见啊？其他方面都可以，然后就是说他瘦。啊？瘦？这挺奇怪的啊。
就是觉得我体格不太好，可能说的没有那些肉，那吃的少，那怎么可能？那还有就是你说一整一在吃饭的时候你就跟我生气，那根本就吃不饱。那我也同样生气啊，那我怎么不减肉啊？你吃的也我感觉也没有少什么，结果你关键是你愿意吃零食啊，你谁能整？你没跟他爸说，你说我以前没那么瘦，跟你闺女谈恋爱谈瘦了，没说吗？我没有说，但是他们也没有说的，我说我有病什么的，只是说有点瘦而已。但是这个我第一次听说啊，就是，女方的家长是以男生瘦来做一个理由反对交往的。他们也不是说就是反对，就是觉得他瘦，不是说不同意我俩在一起。他们家人对你什么感受啊？我家里我父母还都是挺喜欢他的，只是我妈跟我说过，说的他可能有时候生气嘛，还是稍微有点小，以后就会好的。啊，我也不是不哄他，只不过就有些事儿吧，我觉得你说越哄他就容易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母亲还是希望你们俩好，所以还劝你，是这意思吧？对对对。啊，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能相处得好的话，一两年应该就可以结婚。但是如果说谁都不去改的话，我感觉。你想跑？我没有想跑。听出来了吧？啊，今天来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我希望他多关心关心我吧。这不是应该最基本的吗？臭小子，你来干嘛？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总是无理取闹那种，不是不关心他了。你说工作的时间，哎呀，更气人。工作的时间有的时候愿意跟我打电话啊，就哪怕休息一会儿去个厕所，愿意跟我发个视频。嗯，本来挣钱就很困难的事儿，而且休息那么一会儿嘛，你毕竟想待一会儿，他就会觉得你不关心他了，你不在乎他了，你不跟他说话，就这种。嫌他粘人是吧？也不是嫌他粘人，就是觉得他。不知道体贴一下啊，不体贴你啊？他从来不跟我说什么你累不累啥的，就问我你干嘛呢？他就是说我俩一生气什么的，我总喜欢说分手，然后他就说那个什么，他为我付出了多少，花了多少钱，一整说分手，哎，就说这些事儿，然后办的信用卡。那你想想你自己啊，一周七天都得分八次手那种，那你说你总分手，都给我整的。那我不是为了让你关心我吗？我又不知道你到底是让我关心你，还是说不想好好的。我本来说的吧，挣的工资不算太多，不太够用了。我一开始跟朋友借点，后来就是办了信用卡了都。啊。他呢，就会觉得我说的，你怎么不陪我呀？你不跟我唠嗑，然后都要不来就分手，要不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就生气了，在处着玩一样。我就跟他表达一下，我说我自己很困难很难，现在这种经历你应该支持我一下，你跟我好好的。这种情况，人家体会不到。行了，看看老师们怎么分析，又该作何调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关心啊，既不是求来的，也不是下来的，是要对方发自内心感受到的。我刚刚听到你嫌弃这个男生什么？吃饭、穿衣服、打游戏。哎，你听起来像不像妈妈管儿子？就当妈的，是不是管儿子就管这几件事儿？吃饭、穿衣服，少玩点游戏，少玩点手机。还有交什么朋友？对，交什么朋友，是不是就这几件事儿？你是他妈妈吗？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他有很多事情他是需要去做的。他晚上跟你吃个饭你也管。我就纳闷了，男人吃个饭有什么好管的？我不太懂。而且他不是天天去，对不对？对。很偶尔，玩游戏，也不是一直在打，对吧？很偶尔。穿个衣服，你嫌他衣服皱，你给他烫啊。你又不给他烫，还嫌弃他，那他怎么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男生，他才多大呀？他不会熨衣服，家里没有东西熨。所以你是一个极其敏感又较真儿的女生，这个男生应该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在外面，对不对？那你紧张什么呢？不要再自我折磨，好吗？男生，他敏感、多疑、爱胡思乱想，但是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因为爱你，因为他刚刚讲了48小时看你都看不腻，不是72啊，一个月都连续看都不腻，就这么看着。
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眼里只有你，他确实是很爱你。当然，他也很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因为很多的行为其实是更在乎自己内心感受而得来的。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真的喜欢你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愿意和这样一个女生继续交往，你就要包容她，多多的包容，多多的沟通，不要老是让她给你打电话，给你谈视频，没事的时候也给她打打电话，谈谈视频，明白哈？明白了。好，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左岩老师。来，曲总，虽然你们俩一礼拜吵八次架，但是吵了半天没有一次吵对了。你们吵架是女生吵完架就走，对吧？然后就说分手。你只是在宣泄自己不被他关心的那种情绪，越这么做，他越不知道你为什么变成了这样。所以其实你一直在说他不关心你，对吧？不体贴你，他又何尝不想说你也不关心我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瘦吗？因为每次都不让我吃饱饭呀，对不对？所以说，真正的要继续这段恋情，不是黏住他，不是让他24小时、48小时、72小时你都要看到他，没用。你要真正知道他心里是想什么的，他为什么而压力大，他为什么而不开心，他就在那么紧张，他反复强调说我工作了那么累，我想休息一下。不行，这就是你的不对啊，是不是姑娘？如果是真爱这个男人的话，要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做他的依靠，明白吗？让你成为他吐露心声的那个对象，而不是你只是要求他要修边幅，在外面给我面子，然后要时刻要跟你说话，不是的，明白吗？男生呢，这个女孩比较简单，有时候她情绪上会控制不住，其实是她不成熟以至于没有安全感的一些表现，这你应该理解。我不知道她如此的缺乏安全感，需要24小时的黏住你，原因何在？但是你有没有理解他这种想法？可能是更在乎一些。更在乎，那你为什么不多在他身上花一点时间呢？为什么不多把你怎么想的告诉他呢？所以说不要老吵架了，要学会吵架。吵是要解决问题的一种极端的方式，快速的把自己的问题告诉对方。学会吵架，学会沟通，是你们两个人最需要现在马上改进的地方，好不好？好，老师，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沙娜老师，廖俊、小安，你们好啊！两个人都是非常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你看你们两个人刚才给对方提的要求是什么？都是提到对方不够体贴自己，所以你们两个人都现在只盯着自己的付出，而全然不顾对方为你们做了什么。都想要找到一个疼自己、爱自己、对自己万般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都希望别人为自己做的多，自己付出的少。而这里面女生的问题更多一点。你看你，我觉得你的男朋友现在对于你来讲啊，是功能性男友。什么叫功能性男友？你跟我陪我出席我朋友的婚礼，你得给我干嘛？撑面子去。然后呢，平时你得干嘛？你得跟别人家男朋友比。幸福的维度不同啊，它不只是单向的对比。在你眼中永远有别人家的男友，可是别人家的男友未必适合你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别人家的男友那么好，别人家的女友是怎么做的呀？所以你们只盯着自己的这点付出，看不到对方为自己做了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相互在一起就是彼此折磨呀。在这段恋情当中，或者说在你下一段恋情当中，多静下来听一听，看一看对方为你做了什么，不要总提要求，男孩也是，所以共同成长吧。谢谢你们。好，谢谢沙大老师。来，涂老师，你是不是有的时候特别讨厌他的漫不经心，就特别讨厌他好像说话左耳进右耳出，特别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要获得一个人的关注，你要求关注，让一个人从漫不经心变成全神贯注，第一，总是这样是不可能的，没有谁能够对一件事物
全天24小时全神贯注，我们得有这点包容性。你那72小时整天看他不腻，那是不正常的，说明你没有正常的生活，你别的事儿什么都干不了，所以这是第一点，要有这点包容性。第二，想要获得别人的关注很简单嘛，让自己变得可爱起来。一个怨妇谁关注啊？自己都不灿烂，别人怎么会来看呢？他就是个粗粗拉拉的人，所以他满足不了你的需求。如果你觉得我自己不能改变，那我就找一个细腻一点的，但是也不可能整天围着你转。对于男生来说，如果你觉得真的压抑，哎，你是真瘦啊，你整个那个腰像一个簸箕一样。如果你真的觉得压抑，你真的觉得烦，你真的觉得我满足不了你要的那种关爱，你趁早撤，否则的话你会越来越痛苦。因为你知道对方要什么，也努力想给对方，却总是给不了的时候，其实痛苦的是你自己，那你不如撤掉，好吗？好。但如果你要坚持下去，就请你默认这份不公平，就谁让你找了一个这样的女友呢？这就是你遇上的，所以就不要去抱怨，怎么别人谈个恋爱男朋友那么轻轻松松，我怎么每天像炼狱般的生活？你选的你认了就去做，否则你就撤，好吗？好，谢谢涂老师。来，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在一起2年多了，我也知道之前做的不好，然后我也会改，希望以后还能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你最近也有变化，也有在改，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如果能有机会在一起，我们能彼此珍惜彼此吧，不要让彼此更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开开心心才是最好，不应该是束缚着对方，让对方觉得喘不过气来。如果你爱我的话，我觉得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吧。谢谢两位，请回。谢谢。每一个极端的小细节堆积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恋情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男生愿不愿意用这样一份爱去填平？女生当今天知道了这样一个她所谓的束缚和不好的爱产生的原因之后，她有办法去让自己成长吗？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这对嘉宾朋友自己是怎么选择的。请开门。往前去啊。来，女生，为了爱改变自己啊，为了爱改变自己，不要改变别人。男生给他点耐心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请亮灯。
来，这个送给你啊，加油吧，两位，谢谢你们，请回。看着男生那么单薄的背影，还有一些担心啊。面对这段情感，希望爱可以超越很多，希望爱可以产生出一个巨大的力量，让这一对年轻的朋友可以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女朋友恋爱五年，一直异地，虽然见面机会屈指可数，但是感情一直还可以，都是比较传统正直的人。因为之前他跟家里提过我的情况，他家里不同意，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是底下抽空才见一次面。我是家里情况很普通的，他家还好，有资产。最近他一直在怪我，意思是看不到未来的样子，但是我一直努力着。考虑到他家里不同意，所以我想有自己一间房的时候再把他接出来。我怕我们这次冷静以后会失去他，我该怎么？他真的不介意你的条件，我想他介意的是你对他的爱护程度，以及你对他是否有一个未来的许诺。祝你幸福，谢谢。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净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